慧敏內地 show 無具有阻滯，周慧敏將於今年年尾在內地開 show， 縱然陳慧嫻早前在北京的歌唱突然泡湯，但是她就似乎不太擔心了，表示一切都交由主辦單位和製作公司處理，歌手只要做好本分就可以了。另外問到她會不會避開北京等城市呢，她就說我想我不懂那麼多東西了，因為其實有主辦商啦，亦都有製作公司啦，即係喺內地，所以我諗我會聽佢哋嘅意見同埋安排咯。咁我諗我作為 artist， 今次就希望可以專注做好自己個 part， 咁其他嘢真係唔使，可以唔理都唔理啦，交俾 Lorraine 咯，係啊。唔會啊，唔會啊，嚇！咁咧，同埋工作上其實嘅嘢，佢都會係俾我自己可以有我自己嘅獨立嘅空間咯。咁佢有興趣，當然我好 welcome 佢嚟睇咯。咁但係佢如果喺香港留喺香港睇住我啲貓，我又好開心嘅，因為我唔喺度。如果兩個都唔喺度，會好擔心啊。其實要而家工作上有時要離開香港一兩日，我都會好掛住，即係唔想走太耐。咁你話如果兩個都唔喺度，咁我又會更加擔心。